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三福。那我们这次要来开的是决胜伊夏兰的肥包。这个肥包还蛮大盒的，它有一个盒子，可以拿来放盒子。可以拍侧面啊。看得到。然后内容物就是这样子，跟那个神宝的肥包大同小异。骰子声很大。产地美国。好，我今天用个不同的角度来拍摄。好了，那就来跟你的一样开喽。那就好了，算了。对啊，用那个很麻烦。好，会没有，我送的是这个泰利，力道会，我怕把它穿透指甲，挖坏。对，就跟你讲，这个刀真的很神。这刀太弱。啊，肥包的话就只有英文版的。目前台湾买到也只有英文版的，肥包大概就只有这样。好，可以出来，里面也是有内容的，是一张画。有一个盒子，然后哦，一样有一本目录，可以让你知道你还缺什么，可以让你知道你还缺哪些卡，该买哟。你还缺哪些卡？不过这有个洞，有点不太。它是要让你那个吧，到时候很多本可以跟它弄在一起。好了，盒子外观是这样，还蛮好看的。Open。 好，首先是骰子，决胜伊夏兰的图案。盒子，石包，然后基本地，好大一点地，然后基本的教学。好了，一样是看卡包啦。已经破了，就破啦，没关系啊，卡片没破就好。卡片破了还得了？哭！我还不分数，鬼怪！马上没。成型野地。汉娜浴血。第一张全图，我竟然也知道记得他那张卡那个什么名字，赞赞。恐龙，吸血鬼，吸米奇，这张哦亮的恐龙。一张亮的，哦，金光锵锵，哎呦，好会开亮的哦，这包还不错哦。发生什么事？这里破了，卡没破，一切好谈。恐龙，这个很多海盗妹子。啊，这张就好像还好，也不错的啦。我这双面，我觉得它是一张瞬间吧。这张很像《神鬼奇航》的哦 ，Spyro， 杰克逊尼，吸血鬼的马。
嗯，哦，烧面，好，又是你，这个真的很多，我中文版开了好几张。又一张，嗯，重复，复制贴上，嗯，重复了，哎、欸，有张 D， 双色 D 也好，有了，我们家中位，嗯，中位满了，现在差一张，哦，恐龙，长老。那好像蛮猛的、啊，双色 B， 猩红血日吗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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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日，血日是血日是另外一个。嗯、好了，剩三包了。张，这张有开过了吗？当然没有吧。对吗？记得不认识。给我这个。不认识，之前我开过都不知道。当它是英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人鱼两个都一样。从英文字面上是世界塑造。塑形师。哦，密西恐龙，六六，密西战战，密西双头龙，那张还不错。最后一包，最后一包，麦块，嗯，麦的万年，哦，闪的，闪的耶，闪的元素，哦，另外一张恐龙。长老，水的那个长老。好，那这就开始这边了，就这样啦。嗯，副卡就这些。好了，我这个是纯卡盒。开完了。这个，这就是那个纯粹卡盒，纯粹的盒子啦。在。这个能放牌吗？我很怀疑。对啊，那这个到底是来干嘛的？可以让你放骰子。那么大一个，还让你收集很多、啊，很棒啊！像你有一个骰子盒了，还有一个牌盒，嗯，我牌盒就好了。那个盒子，小的盒子不明所以啊。那就开完了。欸、开闪卡的几率还蛮高的，为什么？问号。战战。闪的，一张是那个什么？一张密西。这个是我手里比三个好多。好，二四六八九，九张稀有，三张闪，然后还一张密稀。开闪都是多赚的。嗯。可闪这个是普卡，这张是飞稀，这张是普卡。不错啦，有闪就好了。不错啊，开到一张，开到一张密稀的恐龙。呵呵，好，那我们这次肥包就开完喽，耶、yeah ！好，盒子还蛮好看的，而且它材质不错，值得珍藏啊。嗯，刚其实这个桶进来就怕桶把这个桶坏。嗯。好，还有一大点地。OK， 好了，那这一次的我们的决胜一下蓝的肥包就开盒完毕喽。如果喜欢我影片，也按个喜欢；想持续追踪，按个订阅。目前三福所支援的卡片游戏有《游戏王》《魔风》还有《神宝》，有兴趣就按个订阅吧。好，我是三福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